外面怎么样，先把自己弄好。记得我的话，不管外面是好是坏，先把自己弄好，提升提起来，做个真正的有德之士。有德之士，在外来世界里面，有德才能够有德，有德了，有德性了，有功德了，你才会有获得，否则一切皆成空。再忙再厉害再高的学历，再怎么样原来美好的人生，最后都杠孤。杠孤啦，哦，那人家那个破音字吧，还是我没什么水准，看不懂。人家那个上面不是这样写，哦，可能共孤，好吧，这种小事情我们就学这点，对不对？共孤，给他一直给他共孤共孤共孤，让有德之士至少渐渐的看出个出头天，不要埋怨，也不要感叹，也不要悲哀。好人常出头，有这个信念就可以了。你也不必一时在那边跺脚，是不是？总是天地总有他的公理在。哦，如果天地的公理他正在执行什么，你看不懂，做好自己就好，不用嘴巴太快，坏了自己的功德，坏了自己的德性。所以我跟你讲，现在的荣华富贵，如果你是无德之士，你是很难够长久的消受，知道吗？消受知道吗？很难受得住了。就算你像德成，也不急，时间可以证明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前两天才听说，这个香港当年有个脱星，姓叶，叶姓的脱星，我不能讲是谁，我们尊重人家，我们不要讲是谁嘛，对不对？后来这个三级片拍的小有成就，就找了一个美国的富商结婚了，哦，就嫁到纽约去了。嫁到纽约去，他想说应该是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，因为当时如果对方没有钱，他也不可能会嫁。他会嫁，也就是想着未来有着荣华富贵。的确，他也是嫁对了一阵子。因为说嫁对，那嫁对一辈子，那是应该是一直都好。到目前为止，只能说他嫁对了一阵子。嫁过去之后，的确，哦，这个富商经营的项目非常多，而且呢，这个非常海派，哦，非常有那么所以然。那么，甚至于呢，在这个华人的这个美国啊。华人地方，他还甚至于还投资了华人的大型的超级市场，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，你看看这些人真的是嫁得这么好，你看看当年的超级市场啊，开幕的时候啊，也是很海派，啊，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都很好，但是我就经常在讲时间的洗礼。每一个人的后面盖棺论定才比较准，当时的一时不代表是一世。结果那个商人在洛杉矶的投资，光是超级市场在洛杉矶就好几间好几间，结果前两天我才听说这个已经宣告破产，什么都没有。当时他在盛行的时候，他跟这个香港的这个明星呢，带着小孩来这样新的超级市场来
开幕剪彩，是开着私人飞机，坐着加长型礼车，而且据说礼车还都是他的，还不是租来的，都他的。然后带来小孩呢，三个小孩，一个小孩一个保姆，如此的排场。但是时间的这个累进呢，并没有让他如此的排场能够一劳永逸的后续。目前已经就是啊、这个商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。所以不禁要问，谁能够保证自己有永久的荣华富贵？当时有多少人的眼光是这种崇拜、羡慕这样子豪门的一种期待、盼望的眼光，在看着这样明星似的演出？但是真的是这样吗？个人冷暖自知，谁也不知道谁的未来是什么，只有抓住自己的未来才是真的。而抓住自己的未来，不是去看那些有的没的、不切实际的，而是要在真正你努力就可以见到宝的这种行径里面，去好好的做我们该要做的事情。红尘中尽，任何的昌盛富贵，我们不排斥它，但是我们不以此为最高的这个标准，对不对？的目标，我们应该是要不断的突破提升，进而让我们的灵命提升，看破红尘，那才是真的。